粉们，我知道你们常常在 OPPO 的粉丝团里面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跟正正经经跟不正不经的问题要问我。李爱玲问我，我想问傅真，很多人去门市要人形立牌，如果你是粉丝，你敢去要人形立牌吗？其实我不敢，所以我想要请教你们，为什么你们敢？为什么你们可以为了我，为了 OPPO， 为了人形立牌，就是脸皮就是的厚度，就是可以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谢谢大家那么支持 OPPO 帮我拍的漂漂亮亮的人形立牌，我知道大家都还蛮喜欢的，所以其实去店家是可以要得到的吗？那我真的不敢，我这一点有点崇拜。这就是今天的欧粉你问我答时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OPPO 的粉丝团，以后还有机会在里面抽出更多的问题回答你们哦。 OPPO Camera Phone